好男朋友兄弟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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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心里话要跟你们说。每次录节目，超哥跟陈赫太啰嗦了。What？ 因为有一个主持人今天保护了这位。导演问了旁边导演说了一句怎么办？年龄先看办吧。第一天来跟你的组长搞点东西。我们现在就看你小小强，看我们哪一个是你的。尤其是超哥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 VJ 戴着监听耳机，这只耳朵里整天就像一个苍蝇在脑里，整天。这位是谁的 VJ？ 他 follow 谁不知道，可能听不到声音。好像是我的。哦，是你，你还不说话的。我找了半天，好像我的 VJ 不在。哦，很辛苦，两个膝盖都崩盘了。真的很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我跟你说，我的 VJ 伤的是膝盖，你们的 VJ 是耳膜穿孔。海哥啊，你之前是一个像风一样的男人，但这一季呢，你的前戏比正戏还多。这就是群众的声音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们的 VJ 每天其实心里是蛮煎熬的，但 Baby 的 VJ 每天就特别开心，拍的时候不要太开心，你看这么开心。唱歌的时候呢？来吧，来吧，相约一九九八。是麦克风，我总感觉他要吐。不会吐了，不会吐了。有些 MC 啊，经常对着话筒打嗝，我的录音师经常下来从凳子上掉下来。不要坐在凳子上以后呀。不是大家都在工作在现场，你一个人坐着要好吗？你们身上那个腰带，我们都是根据你们的腰围定做的，每次中午吃完饭都会短一截，下次能不能稍微少吃一点？说到麦的事情，麦头也得变变颜色。打这么帅的领带，光一个白色麦头放在这里，什么意思？麦包真的很重。我跟苏炳添赛跑没有跑过他，主要还有个原因就是那个麦啊太重了，挂在我的。人家没带麦包，人家是真的快。哥，每次上场之前都要跟我们确认一遍他很帅。我帅这件事情还用跟你确认吗？天哪，海哥。